国家是哪里？泰国。哦，泰国啦，泰国棒的。泰国很好买，所以包包也要大。对，真的要装很多东西。而且天气很热，一定要够那个透气，是不能够太沉重。然后要可以放伞。对。然后。泰国好像也会下雨，对不对？下雨会有雷阵雨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在，比如说你去旅游也会带相机，相机哦。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选一款，对相机可以保护。没有这么多功能的包包，对，集多功能于一身。当然有啦，我店长这么厉害。真的吗？是。可以店长帮佩佩选择一款适合旅行用的包包，好，多功能又好看。然后又可以放相机，又可以有很多别的附加功能。对，好，店长，好 ，Let's go， 带着佩佩来挑选。好，哇，我觉得这个 Uniarts 真的好好逛哦，各式各样的那种小包包，大家都可以拿起来摸一摸，入手一下。哦，店长真的很认真哎，哇，店长到处在环顾哦，很认真，很认真。比如说哈。系列，还有呢，店长，我们这个 Triples 的系列在这边。对。对，要看一下哦。对，我全部都看了一圈之后。对。哦，店长真的超认真的哦。是的。找到了。找到了。我想想看。送你十八千百度哦。我喜欢，我很喜欢桃红色的。哦。对耶，人衣服。女生。桃红色。好好好。OK， 好，来为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来店长为大家介绍一下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哇，你找到了。最后，来，谢谢，麻烦一点。新的包包啦。对。好，展示一下。好，来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三。其实这款包包我有了。稍微的研究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玄机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挡到你哦。就是我觉得这款包包真的很符合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的功能，它真的非常的轻，对，而且这个地方有玄机耶，就可以放相机，好酷哦！对，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要拍就是很专业的长镜头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镜头放在这里，然后相机可以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很酷的地方呢。背相机包，然后它可以拆掉，这是最酷的地方。对，如果你今天外出呢，你没有要拿相机，你没有要做摄影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层夹层就是拿起来，然后去做其他的收纳，那里面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装你在国外旅行的战利品。所以它完全会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功能实用的后背包，是超赞的耶！而且配这个配色，我觉得也是很亮眼耶。桃色配上蓝色，超亮眼的。好，对佩佩，我要再问一下，这个在外面旅行，这个除了刚刚店长帮你讲的哦，有这个相机的一个需求，相机包的功能以外呢，你个人旅行还是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些小配件吗？我可以推荐你吗？你先让他分享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推荐。好好好。飞起来看看。我帮你拿。没关系。请佩佩先佩佩看，购买我们的限量套组1500块钱，只要消费一件，帮他保，我帮他保管他包包，他就会走。对，信用卡都在里面呢、啊，佩佩你好坚强哦。好看的，好看呢，真的，好可爱哦，而且它是很轻，就是防水的，防水的，你有布，超棒的。即便你碰到下大雨也不怕了啦。对啊。但佩佩还没有说，你旅行还需要带一些别的什么样的配件吗？其他的东西，你跟店长说，他买给你。雨伞很重要，我觉得对。拖鞋很重要。保温杯啊，保温杯很重要。他真的把你当小叮当哎。对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我们就这样子逛过去吧。来来，一路这边走，一路这边走。哎，这一路走过，你看啊，我觉得这种有时候旅行在外啊，对，外币是，对，装些外币也很好用，或者是护照，对，护照随身携带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走过，哎，雨伞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晴雨的用伞，而且。
上。开门啦！所以你要让你的弟弟先出发，走阿妹啦。来，佩佩，你要试一下吗？你的这个地方控制好，爱的小雨伞，就是按下去。对，自动的，自动的。哦。啊，我帮你来。